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本田的 NSX。看到这台车，我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因为它第一代上市在1990年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入这一行，甚至我们的摄影师还没出生呢。那个时候是第一代。那第二代的车型呢，就在我旁边。啊，那目前它在台湾贩售有8个配额啊，先跟大家讲一下，已经卖完了。它的售价是1280万整，已经卖完了。那据原厂表示，如果你对这台车真的还是有兴趣，你想要拥有的话，不用着急，明年看看北美还会不会给台湾配额。如果没有的话，这8台 NSX 就绝版了。不过我想应该还是会有了。那我们今天试驾的重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大鹏湾，所以我们今天试驾的重点可能会摆在就是一般道路行驶，以及稍微去体验一下它的动态模式。加上我那个时候在大陆，我跟一些媒体，因为他们有到北美做长途的试驾，他们有强调一个重点，就第一个科技感表现非常棒，以及整个动态的表现很好，但是油门踩踏还有引擎声浪的表现没有超跑的味道啊。不过这不是重点了啊，很可惜，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也没有这样的硬体，否则今天应该照讲是要到大鹏湾来体验一下它的整个操控动态和性能表现。因为搭配了9速变速箱啊，我想可能在大鹏湾的6号弯之后，整个驾驭起来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它的单圈成绩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棒。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就是我们很高兴能够受到台湾本田的邀请啊，少数可以试驾到的本田 NSX。我们来看看整个车身的造型啊。首先，它的车高哦，以我的身高，看到没有？它的车顶才在我的肚子，好，所以它的车身的格局就是跟超跑一模一样。整个车头的造型，我们先讲不重要的灯具，左右各6颗 LED， 加上3个气坝，左右两侧的气坝主要是控制水箱的温度，包含里面不管是刹车，不管是机油，甚至包含变速箱一些油冷的一些设计呢，都是在前方。唯一一个不一样就是引擎进气的温度，就是 intercooler， 它是在 B 柱之后，就是后轮毂的两侧。当你今天车辆在行驶的时候，透过很好的空气力学，让后轮毂的 intercooler 可以有很好的散热，让你的进气温度可以降低。车色的部分有很多非常锐利，像刀锋一样的线条，包含了前轮毂上方也有一个类似空气力学一个老流的一个套件啊。轮胎的配置前后配，它的重点就是里面的刹车系统，因为台湾版本选配的是在北美销售的最高规格，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刹车，第一个浮动式，第二个陶瓷刹车，搭配的卡钳前6后4活塞，卡钳是来自知名大厂布伦博代工的。悬吊系统前后都是双 A 背，而且是全铝合金的双 A 背系统。车门开启的方式，它有车门感应钥匙，而且它开启的方式后面这边有一个类似一个拉杆，一拉之后就可以开启车门。它采用的是无窗框的设计，所以你在开关车门的时候，电动窗会稍微的升起和下降。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上方，它虽然没有天窗，不过上方这一块碳纤维的车顶也是在北美要选配的，在台湾一样把它列为标配，所以台湾贩售的 NSX 它是最高规格的。那我们刚好强调就是台湾贩售的 NSX， 因为它是最顶级最顶规的，所有的配备都勾满了。在后方有一个正碳纤维的尾翼，它不可以做角度的调整，但是这一块是正碳纤维的，小心一点，不要在上面或者是重压它，如果它不小心破了，基本上它是天价。它车体的部分呢，部分使用铝合金以及钢材，为了就是要强化它的车体刚性，所以它的车身重量和上一代比起来，我记得上一代好像在1400公斤左右，那这一代的车身重量是在1780公斤，正负50公斤。整个车尾的造型设计还是类似一般大部分的超跑，就是有两侧非常夸张的轮毂，以及非常多空力套件，甚至包含在C柱这边都是镂空的哦，这个都是原厂在经过不断的空力套件的测试所点缀出来的一些线条。尾灯的排列也跟头灯一样全 LED， 重点是在尾灯下方除了一些老流起片之外，两侧一样有非常大面积的后气坝，因为毕竟它的引擎是在驾驶以后
所以后方的散热系统反而会变得更为重要。这些东西都不是点缀好看的，而且真的是有它的效果的。首先打开前面的这个传统引擎盖的位置，它有油压顶杆，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主要的面积都是被水箱占据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刹车。说到刹车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汽车原理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它没有 air tank， 主要它还是有刹车油，但是后面是靠了电磁马达来辅助它整个刹车的力道，包含你的刹车踏板，然后旁边还有保险丝盒。比较重要的重点当然就是两侧侧气坝里面这个银色的就是它另外两个水箱。当今天引擎的热源来到前方的时候，会先经过这两个主要散热的水箱，再到主水箱。所以你看主水箱和副水箱这边有很多管路的连接。那另外为了要提升一点车体的刚性，所以你们看到它有一些支架，包含的避震器座附近也有一些支架来强化车体。避震器上座也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是铝合金的，以及上面有一条电线代表了它有电子避震器。然后我们再把它关闭，你可以看到传统引擎盖位置两侧有一个很明显的散热孔。当今天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前方撞风面积可以导入一些冷空气，传统引擎室内的热源可以透过这两个散热孔很顺利的带出车外。接着我们来介绍它的引擎。首先在打开引擎盖有点学问，就是在后方这边有个倒车 CCD， 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它的引擎盖，两边各有一个油压顶杆，而且在后方这个小小的置物空间上面还是有一点隔热棉，所以有些隔热的效果。哦，那现在因为我们刚刚有稍微试了一下，其实后方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空间，这个行李箱空间哦，里面摸起来还好，还可以接受了，不会太烫，所以你放高尔夫球具放不进去，可能放一些小小的一些杂物，说是你的公事包吧。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碳纤维饰板包覆里面一具六缸引擎，它的排气量是 3493cc， 它是 V 型六缸双凸轮轴以及搭配的涡轮增压。另外它当然还有电力辅助的系统，所以它是油电 AWD 油电复合主动循迹四轮控制系统。其实很简单，就是这具 V6 引擎变速箱在后方，在引擎和变速箱中间还有一具马达，这具马达它主要是辅助引擎的动能，可是前面两个轮轮轴内还各有两具马达，这两具马达是并在一起的，可是它可以做独立的控制，而且独立的差速的控制，也就是说它可以控制右前轮慢一点，左前轮快一点，这样子有利于你在山路或是赛道在过弯的时候有一个过弯辅助的一个效果。这具引擎的马力输出达到507匹，在6500到7000转可以产生。双前轴的电动发动机它可以达到36.7匹，总共有两具，在4000转可以产生。后电动机它的转速在3000转可以产生47.6匹的马力。在扭力的部分，引擎的部分可以达到56.1，另外前面两个轴马达可以达到7.4，后面可以达到15公斤米。搭配的变速箱是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是我们首次试到的，它搭配的是双离合器自手排，而且是9速的变速箱，9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档位，而且它是双离合器。待会在试驾心得，我最想体验的其实是变速箱。悬吊系统是全铝合金前后双 A 倍的悬吊系统，发动机是 EPS 电子辅助的方向机，轮胎配置前2535R19，后3053R20，所以前后轮胎的尺寸是不一样，扁平比也不一样，宽度也不一样。首先来介绍它的主被动安全，被动安全有7具气囊，包含驾驶者以及膝部气囊。主动安全循迹系统这个不用讲，一定是标准配备啊。那不过比较可惜就是跟车系统啦、车侧盲点啦、车道偏移这些并不是标准配备。那首先在T字造型上方，我们先看它的质感，大量的使用真皮的包覆，加上
红黑的一个强烈对比的配色，以及中间有非常粗壮的一些银色饰条。两张座椅，驾驶座八项，副驾驶四项的电动调整，包含了电动腰靠。然后它的整个配色包含了我们驾驶者和乘坐者，因为它只能坐两个人啊，你身体贴附的地方都是麂皮的，旁边用一些红色的蓝皮。那原厂有强调，这个蓝色的技术呢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整个触感，还有包含了整个座椅的材质，它的皮质很薄，没有像一般的皮，有些皮质摸起来硬硬的，而且很厚。那它的皮质摸起来的整个触感表现，和一般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皮质有点不太一样。那上方有一个主萤幕，这个主萤幕是彩色的，那不过很可惜内建并没有导航系统，但是它是中文的。然后下方有双区的恒温空调，然后这空调系统呢，风量的调整，你要上面有个快捷键，你就可以做一些风向还有风量的调整。下方比较重要就是这个 dynamic 的这个切换，总共分为四个模式。那在这个四个模式的切换，你在中间这个彩色资讯幕，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分为几项。第一个，引擎动力的输出；第二个，四轮传动系统的一个切换；第三个，循迹系统的介入的比例；第四个，悬吊系统的软硬的设定；第五个，方向盘辅助的力道。你透过这几个模式，不管是 Sport 或 Sport Plus， 以及最后一个赛道模式，赛道模式的部分哦，你要 hold 得住大概几秒钟之后，它才会切换到赛道模式。那到赛道模式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它所有的动力，甚至包含悬吊的软硬程度和方向盘的辅助呢，都完全的不一样了。这个等一下在实际的试驾心得会跟大家分享这彼此间的差异。另外还有一个，就在后方并没有变速箱拨杆，它全部都是用按钮式的，包含了 PRNDM，M 就是手排模式，然后后面有电子手刹车，然后在后面比较重要就是有一个在很后面的有一个置物空间了。这个置物空间里面有一个 HDMI 镜像输出，另外旁边还有一个 USB。两张座椅的包覆性和支撑性你都不用去怀疑，而且它整个支撑性包含了你背部的支撑，甚至到你的头部和颈椎的支撑表现都很好，大腿的支撑勉强也可以，前面如果可以再长一点的话会更棒哦。但是你很容易可以调整到你要的坐姿，加上因为它是跑车的一个设定，所以它的坐姿是比较低的。那很多人开这一类的跑车，因为你看不到车头，都会把座椅调的稍微高一点，但是很可惜，就是这台车并没有办法调整座椅的高度。仪表板基本上是三元式的设计，但是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讯，左边是水温，右边是油量，然后还有电瓶的刻度，加上了中间很大的转速表，里面还有一个时速表，然后它所有的显示资讯呢都是在这个转速表里面，它是一个数位的液晶仪表，然后左上角还有油温的一个显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方向盘是非真圆三辐式，而且上面有一些正碳纤维的一些套件，包含了上缘以及两侧。左边主要就是蓝牙电话的接听啊，音响的大小声，电台的选项。右边的话就是定速装置，这台车并没有跟车系统。后方有非常运动化十足表现的换挡拨片，然后在方向盘的左边还有一些按键啊，这个主要是循迹系统的开关，还有一些停车雷达的开关。加上因为这台车它还是有办法做到纯电动的行驶，在时速40公里以下，所以它会有一个声响的提醒。当你今天在地下室或是巷弄间晚上在行走的时候呢，因为引擎没有启动，也有可能会吓到人，所以这个时候它还是会发出一些蜂鸣的声响，提醒你，哎，有一台正在用电动行驶的 NSX 慢慢靠近你的啊，所以还是有一个声响的提醒，你可以把它关闭。那我们现在要做试驾心得，先看一下钥匙，对，这把钥匙，我觉得 Type R 的钥匙比较热血，起码它是红的 H， 它这个还不是红的，但是这边有写 NSX。第一次摸到它的钥匙，好，我们现在上路了。首先，我们先用一般的模式来看看，就是它纯电动行驶的方式哈。原厂说在时速40公里以下它都可以达到纯电动行驶，但是纯电动行驶有一个关键。后方的马达不会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前轮驱动，因为只有前面两个马达带动了前轮来做行驶。
那纯电动行驶的部分，在时速40公里以下都可以达成，而且你油门踩的深一点都还可以纯电动。哦，这个是还蛮特别的。有些纯电动行驶啊，你在油门踩踏稍微用力一点的时候，它就启动了引擎了。但是以 MSX 来说，它你看我现在踩得很深，踩哦，这个时候来启动，几乎油门踩到一半的它来启动。那启动引擎之后，我们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的用一般模式了，我们要拨到运动化模式。看看第二个模式。首先第一个在方向盘的转向的切换呢，一般模式和运动化模式它的整个方向盘的辅助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悬吊设定的辅助也是一样的，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动力性能，因为它这个时候是启动引擎的，那我们现在还是用最正常一般大部分驾驶者所使用的速域来看看它的整个加速的表现呢、啊。你可以感受到车内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出来，你不知道哪里出来的。但是超跑谁会在意这个？大家在意的就是你的整个性能表现呢、啊。尤其是它的过弯的极限的表现、啊、很可惜，就是像刚刚影片一开始讲的，可惜今天我们不是在大鹏湾，如果在大鹏湾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大胆的去试它。可是，在一般的道路呢，我们还是要遵守法规的限速。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北港的一个从化区，这里目前没什么车，而且道路的品质表现很好。但是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坑洞或是一些水沟盖的时候，还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出车体的震动以及噪音就这样产生的。那我刚刚在介绍刹车系统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压烫，就是没有压力辅助啊，真空压力辅助。不过因为有电子的辅助啊，而且电子力道的分配，所以你在踩踏的过程其实和一般的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不像我们的比赛车 压烫都拔掉，它就是有和没有。不过以 NSX 来说，它的整个踩踏的线性还是很容易去掌控的。只要你一收油，就可以很明显的听到泄压阀会作动了，而且泄压阀应该是在我的左后方，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听到有一个泄压阀的声音。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拨到 Sport Plus， 第一个变速箱降了一档，第二个方向盘哇变得比较重，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后方引擎的声浪，还有就是引擎的转速，现在是1100转，这个时候是 Sport Plus， 就是比较高阶的一个运动化模式。我们来体验一下它这个九速的双离合器啊，看看它整个加速的过程呢。但是我们只能换到60啊，大概只能用到三档。毕竟它还是要保护一下变速箱，所以当你今天速度到达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要强迫降档，也还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啊，超过这个范围它是不会让你降档。但是在升档和降档呢，运动化表现，我们拿最简单，我们拿 Golf GTI 好，那个 pop pop， 然后那个有点那种机械变速箱换挡的感觉，在 NSX 上面感觉不是很清楚。不过换挡的迅速性表现很棒，降档的容许范围跟一般的车比起来，它的容许范围也比较宽，所以也代表就是你在比较高的速度可以降到比较低的档位。那这具变速箱它在六档之后，它的齿比就达到 1.0 比1以下了，甚至到了九档的时候达到 0.6 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很长的道路才有办法去试到第九档。我们在一般的道路行驶，像现在时速52、53才三档，你用手动换的话也只能换到第七档，第八档它就不让你换了，时速60几公里。好，那我们再试最后一个赛道模式，然后把变速箱拨到手动的模式。这个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就算时速你现在就20几公里，它的悬吊是非常非常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悬吊硬朗的程度，可能是因为车身比较长，也可能是因为整个车体啊，它做的没有这么的硬。我觉得 Type R 的 R Plus 按下去那个硬你会受不了，可是在 MSX 上面，它的悬吊处理上还是属于比较 Q 的，并不会有那种非常死硬的感觉，会造成一些非常不舒服的一个行车路感和弹跳感。哦，原来要拨到赛道模式才能够完全的去体验第一个变速箱换挡所带给驾驶者的机械感，第二个引擎的声浪，第三个整个方向盘转向的路感，以及悬吊的
回馈给驾驶者那个非常直接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你相对的就对于舒适性就会打很大的折扣了。可是在平路行驶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整的去体验 MSX 在机械回馈和性能表现上所给你的一切，你要到赛道模式才能够体验出来。就好像我们之前试驾 Type R 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没有按过 R Plus 那个按钮，你根本没办法去体验 Type R。那以 MSX 来说，你一定要拨到赛道模式，在容许的速度、容许的空地或是容许的交通环境下，你只要换到加速到60公里，你就可以体验出它的各方面的机械表现呢，就真的比较运动化了。好，那我们今天虽然跟 MSX 可以相处一天哦，不过很可惜就是受限于场地，我们不会去测0到100加速，也不会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这边从化区没有车啊，去做它的过弯的极限，因为这个会造成别人的危险。我来跟本田商量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这台车已经可以挂牌了，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挂临时牌，可以挂牌的话，看可不可以商借一下，借到大鹏湾。我大概给我三圈的时间，大概十分钟就好，我应该就可以更完整的去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叫我去分享它的转弯很准，什么性能表现很棒，那骗人的，因为一般的道路它一下就60了，一下就80，快速道路一下就80，你根本没办法去体验它的感觉，甚至包含了整个空气力学的运作，它的作动，它在时速150以上200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造成它的整个下压力会更好，整个贴地性会更好，这个在一般道路上是没有办法去做测试的，除非你要收到很多的罚单，甚至要去影响到很多用路人，但是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这台车拉到大鹏湾，到时候会有很完整的动态分析的一个试驾。那今天主要是针对一般的道路，一般道路来说，我觉得你拨到一般模式，不用 Sport 也不用 Sport Plus， 一般模式，第一个它纯电动行驶，容许的范围比较长；第二个部分，悬吊、方向盘的辅助都很轻，以及你整个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它并没有你印象中那种超跑。很难去掌控，也许多踩一点就吓到，哇，马力怎么那么大？或是你刹车一踩就发现，哦，它的线性处理怎么这么的直接，只有零到一百，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那以 MSX 来说，我觉得现在超跑应该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一般的自驾，你去超市送小孩上下课，去大卖场、去百货公司，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不会满身大汗的开着这台车去购物。可是当今天你从家里到赛道这段时间是可以很轻松的，到了赛道之后拨到赛道模式，你又可以完整的去享受它所带给你的一切，而且是很多高科技的科技配备呢，真的要到赛道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好，那这台车虽然已经卖完了，可我想应该台本还是会进的。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就到这里，希望下次是在大鹏湾见到它。